多灿烂，可我的自由行驶的缓慢，羽毛难。哟，爷爷，唱歌呢。妞妞，你怎么来了？你们跟爷爷说一声，好久不来，爷爷都想死你了。我爸让我把些年货给您带过来，春节太忙，他们就不来了。啊，不来了。哎，妞妞，爷爷给你做你吃的是吧？哎，别别别，我下周还有唱歌表演，还要排练呢。排唱歌。爷这会没事，我陪你去吧。爷已经唱歌可厉害了，我是我们岳父男团，岳父男团。知道知道，您岳父男团却从来没有上过台，学校都不让你们演。为什么？不谢谢学校。哎，爷，我可得走了。妞妞，什么时候再来看爷爷？等你什么时候有空来我们学校演一场，我就当你粉丝天天围着你走了呀。元宵节吃。那元宵假期能来吗？阳光多灿烂，可我的自由行驶的缓慢。
们这么多年没唱了，今天先试唱一下，就唱咱们当年的那首《骄傲的少年》吧。先从老高开始。转眼间，一切都已改变。新的起点，新的世界就在眼前。受过伤，也流过了眼泪，为了梦想疯狂，这一次又怎样？奔跑吧，骄傲的少年，胜利的歌我要再唱一遍。我们重组吧。主任，主任，你就来看看嘛，跟你说了不行多少遍。文艺会啊，不是老年人表演。心装着一片海，我一直是让它下来。也许是传说的不够快，就没人管你喜欢不喜欢。有请下一组同学准备表演。哎，同学，下午他们找你呢。那这边交给你了。好的。下面这个节目由初二三班的陈浩、秦茂峰、顾竹笑、高鹏为大家带来唱歌表演《We Are Young》，大家欢迎。一二三。Give me a second, I need to get my story straight. My friends are in the bedroom, getting higher than the Empire State. My love, she's waiting for me, just across the bar. My state's been taken by some sunglasses. That's what we want to do.Our closest
Tonight.